由孙红雷、江疏影、王耀庆、车晓、张艺兴、关晓彤等联袂出演的现代都市情感剧《好先生》正在热播。作为备受期待的红星组合，昨晚终于正式现身，引来粉丝尖叫连连。张艺兴一出场便被孙红雷高超厨艺惊叹，萌生拜师学艺的想法。孙红雷和张艺兴在剧中饰演西餐厅的搞笑师徒。作为一个美食大剧，演员们不仅要参加培训课程，也会实际做出很多菜。对此，师傅孙红雷说，其实做菜是一件很复杂的事，以前我不懂，以为做一辈子饭很没出息，其实会做饭的男人非常性感。师傅剧中频频秀身手，徒弟自然也要有两把刷子。张艺兴就介绍说，通过好先生自己学会了不少的菜式的做法，不过学习过程倒是和剧中陆远在厨房偷吃的情节如出一辙。不是我做徒弟吧，你要我干什么我都愿意。我都是个家伙了。